来嘛，那我们一起来开箱这个东西。那我们等他开箱，他期待了这个。你们看这个影片都知道，就是一个关于诈骗集团的东西。最近在马来西亚的 Facebook 还有台湾还有香港都很流行的这个东西，来看看，就是这个。相信你们开 Facebook 的时候，都一定会看到这个东西，看到吗？你们看到吗？这个东西，之前我有 share 过，他说这个是 original 的 DJI drone， 就是这个。来，我们按进去，我们看一下 Mavic Air， 看到吗？你们看到吗？这个东西。然后 buy now， 现在只是299马币 ，OK， 299哦。那在台湾跟香港已经很多人买了，但是哦，如果你们真的是买了这个东西啊，是假的。为了要证明给你看我不是假片的话，我决定啊，现在我在里面就预购一个，然后我们再多几天，我们再看一下它来的是不是跟这个一样的，因为他说他来的是跟这个一模一样的，来，就是一模一样这样子的，看到吗？这个就是 DJI Mavic Air。OK， 我们废话不多说，我们立刻 unbuy now， 然后我们看它是不是来了，是不是这个？我们写我们的资料，真的行吗？一点点钱算得了什么？哦，他是说现在不用给钱，等货寄到才给钱哦，这样子 OK 啦，我这么不怕填哦，填哪填？把资料填上去，填电话号码，我填我老婆的电话号码，还是有给你选啊？你看我们点啊，我们 select 哦，他讲 select Mavic Air， OK， 这是我资料， OK。然后我们去 confirm， OK， buying success， 搞定没有？我们后天见。有个人上网问，真的和你的 video 一样吗？然后那个人就回答，真的哦，我们是实拍的呢。OK， 由于时间的关系，我已经迫不及待把这个拆掉了。我讲可以证明我真的是穿边订阅。来，我们看一下，这边写周年庆特价抢扣限时一周，跟这边是完全符合。来，我们看一下。周年庆特价想试什么什么一周，来，你期待吗？那我们一起来开箱这个东西。那我们等他开箱，他期待了这个。你看到了什么？什么来的？什么来的？天哪 ！My God！ 这也太夸张了吧！Oh my God！ 很小个哎。原来这个东西就是这样的样子啊！所以如果你们买了的朋友，记得货来的时候不要给钱。废话不多说，我们去试下看这个东西可以不可以飞了。Let's go！ 哦、oh! ，好科学啊！你斯文一点啊，宝宝。哦、oh! ，你看嘛 ，My God， 它可以飞啊！你有看到飞机吗？没有。它小个到我找不到啊！喂，有拿到飞机吗？没有。怎么没？哦，太小个了，找不到。OK， 这个就是上网所谓的 Mavic Air 正版东西。来，我们来看一看，这个就是那个一周年限定的，还水过我的那个飞机耶。OK， 这个就是真正的 DJI drone 的飞机。来，我们看一下，嗡嗡嗡。OK， 各位观众，你们最期待的东西来哦，就是你们上网预购的299到底是可以不可以飞啊？来，我们来试一下，我们来看一下说明书要怎样飞啊。哎，我不要看了，我随便撞啊！哦，它开了，它开了，我们看它飞啊！什么鬼？要飞？将飞行？哦哦，看到吗？哇！吓死人！哇哦！它不飞吗？它不。它能飞的，知道吗？啊！它偷东西！啊！啊！啊 ！Oh my god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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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像，它的翅膀掉出来了。会啊。应该是还没有，我们再飞一轮，我们看它可以飞几高。
上来一个。他飞一飞哦，两个字牌都跑出来了哎。OK， 刚才我们不是讲有限时实拍了没 ？OK， 这 camera 是没有得用了。OK， 限时实拍个屁呀、啊！不见了、哦，什么意思？回不来了。我们去找。怎么不见了？啊，200块不见了。不见了哦。你看我们的妹妹，她在很努力在找，我个想找。OK 啊、哦，不见了哦，200块，不见了哦，你给我那200块看到，哎、哦欸，喵喵，这是不能签的、哦，喵，无聊，无聊，如果你们买了299，就这样子飞走了，无聊，你家己啊，无聊，爱表，唯一的乐趣都没有了，我要飞天下飞不见了啊、哦，不见了啊、哦。我们讲一下这个东西最值钱的不是这个 remote control， 是里面这三粒 battery 啊，我要拿回来。有蚊子，有蚊子。OK， 现在基本来讲，哎，这个东西是没有用啊，我跟你讲真的。那我看看几科学。不用啊，不用 control 了哦，飞机没有了哦。喂。嗨。看车小心，这样给人家暴露了，我婆婆家。我帮你进去啦，这种暴力的东西不方便给你看到。认真。讲一二三。这个东西值得是他讲敲也敲不烂的。OK 啦，今天影片就这样子了。OK， 如果你们说是买了这个东西的话，记得货来了不要钱，也不要给钱，因为这是假的。Vicky 陪我们走上走下。很多蚊子啊！